他在上班，在从政以后，我想他对他个人，坦白讲，他在各项的外在的展现出来，物质上的追求，不会说让你觉得他很奢华，所以这一点我还蛮肯定他的。今天大家都误会，我真的不是去我去检举赖清德啦，是我帮黄杰检举的啦。因为黄杰是这一次第一次第一个哦跳出来说叫赖清德把他的劳力士表说清楚讲明白踹共的一个立法委员，有勇气，这次我给黄杰按赞。赖清德，你说你的劳力士不到20万，我不相信啦，请你把你的劳力士拿出来，就在那康源的门口把它排出来。罗志强会找鉴驾师。好不好？找那个上过电视的鉴驾师来直接来鉴，因为那可能要花钱，你来处理。就是说，对，这是你们质疑需要一些标准嘛？人家讲什么就不信，那我们现在同样标准质疑你啊。然后包括吴思瑶也是一样，好不好？吴思瑶她戴的那个一个项链，被人家质疑说那个项链是一个 B 开头品牌，70万台币。然后她说她是在台北市东区买的，一条只要2000块。然后他还问我啦，说要不要半价？他说如果有70万的话，半价要卖给我啦。不用，好，你就跟赖清德一样，同一天排在那边。强哥鉴驾师反正钱也花了，一次鉴驾看起来就是70万，你说是1500，那你是怎样？你是公然戴仿冒品哦？OMAX 1800。喂，所以你跟他交手的经验，你有看过他戴过？没有哎、欸，他在上班在从政以后，我想他对他个人，坦白讲，他在各项的外在的展现出来，物质上的追求，不会说让你觉得他很奢华，所以这一点我还蛮肯定他的。想问一下赖清德国安团队啊，传出现在就是蔡圭赖水，那你觉得是否能消除华府的依赖论？另外那个邱垂正揭露委会，是不是对北京想要释出这个善意？哦，你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如你的问题一样啊，确实，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他在还没有就职以前，他讲过的话，他会极力去实现，所以他讲过。我要走蔡英文的路线，那就可以看到，确实在国防外交这边呢，是走了蔡英文总统的路线也就是所谓的断交路线。那两岸呢，跟蔡总统大概有一点点差异。各位可以看到，他在两岸从邱垂正扶正以后应该在两岸不会大开大合大交流。但是会有适度的开放，然后会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交流，这一点对赖准总统我给予肯定。对，财产的问题，然后因为现在 Google 地图上面找他的老家，其实是已经被打上整层的马赛克。对，然后委员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关于他财产就是申报不实的部分，我也要帮我们讲一下。好，我愿意用20万元来买赖清德那个被马赛克的花园公寓小洋房。好，我觉得赖清德你根本是把人民当笨蛋吧。你现在真的觉得说这个 Google 上打马赛克之后，大家看不到，已经现在看不到他的样子以后，大家就忘了赖清德那个美轮美奂的花园小洋房长得是多么的漂亮的吗？所以你跟我讲说那只值17万元，我不知道啊，不要跟我抢啊，原资好不好？对，20万元，我们的杨子都很过分，他出170万，今天早上有拜托，有人出300万，真的吗？有人出。真的，你们这些人都过分！我讲20万，你在跟我竞价。我要跟各位说，17万元，你当他是，你真的是当他是笨蛋吗？不笑话一场。然后劳力士表示翻来翻去，吴征就说问过你说不是劳力士，你又出来说是劳力士。赖清德，你搞得我好乱哦。那今天到底申报不申报？我就说句实在话，今天大家都误会，我真的不是去我去检举赖清德啦，是我帮黄杰检举的啦。
因为黄杰是这一次第一个哦跳出来说叫赖清德把他的劳力士表说清楚讲明白踹共的一个立法委员，有勇气，这次我给黄杰按赞，但是做的不够到位哈、哦，只有出来叫赖清德踹共，害赖清德出来踹共，越踹越不共，啊、哦，讲的越来越不清楚，那我就帮忙黄杰啊、哦、把后面那一段补完啦、啊。就帮他去这个监察院哈、哦、去检举啦，所以我不是罗志祥去检举，不要误会，我是帮黄杰去检举，谢谢。那个我补充一下哈、哦，因为其实国民党也不是刻意要去针对赖清德的劳力士啊，最主要是要凸显他们的双标啦，因为民进党现在一直在攻击徐小新嘛，那徐小新其实针对他们家的大姑的事情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也都澄清了，但民进党就是不相信，民进党一直说徐小新，除非你把你婆婆的存折拿出来，除非你把你婆婆的贷款单拿出来，否则你讲了我们不相信。好，那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啊，质疑赖清德，赖清德你说你的劳力士不到20万，我不相信啊，请你把你的劳力士拿出来，就在那康源的门口把它排出来，罗志强会找建架师，好不好？找那个上过电视的建架师来直接来建，因为那可能要花钱，你来处理。就是说，对，没有开玩笑，建架，我们来建架啊，他是不是高过20万，或者是低于20万？这是你们质疑需要一些标准嘛？人家讲什么就不信，那我们现在同样不要质疑你啊。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质疑你是情有可原，因为刚刚罗志祥有讲嘛，你们无争之前就胡烂啊，就说。赖清德那两只都不是劳力士，那他强调说他问过赖清德、哦。对，好，那我合理怀疑你们是不是在唱双簧嘛？赖清德，你是不是先叫吴征出来测风向？哎、欸，吴征，你先虽说不是，先说不是，我看是不是有人就相信？没想到大家不相信，所以他又再出来讲说是劳力士。那你赖清德可以指示你发言人说谎吗？我合理的怀疑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这民进党说谎是习惯吗？对不对？所以，请用。他们质疑赖清德，质疑徐小新的标准。我呼吁赖清德，你把你的劳力士拿出来摆在康源前面，我们来见价。然后包括吴思耀也是一样，好不好？吴思耀他戴了那个一个项链，被人家质疑说那个项链是一个 B 开头品牌，70万台币。然后他说他是在台北市东区买的，一条只要2000块。然后他还问我啦，说要不要半价？他说如果有70万的话，半价要卖给我啦。不用、哦、你就跟赖清德一样，同一天还在那边强哥建价是反正钱也花了一次建价，你们讲了我们不相信啊，我要抗议一下赖清德那三只劳力士，我承诺我来帮忙建价、哦、但是吴思瑶那个归你管好不好，那下列你建价同一天啊，这样子比较林楚一的都拿来建价好不好，人家看起来就是70万，你说是1500，那你是怎样？你是公然带仿冒品哦，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嘛，好不好？所以你质疑人家，人家就会用一样标准来质疑你了。